对，你回了对我哦，一下。我只想说前面同学他就打我了，我好痛啊！哎，同学，然后你是拿那个笔尖去戳他，同学，擦擦擦擦，谁打你？太倔了，没有，他被被反打，甲吧？他被反反甲。甲，我的位置坐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我看你就坐，我看你，你要重登，我看你是正常的。我在这边放黑曜石，他下次上线就会啪啪啪啪啪，坏的！哦，回来了，坐回来了。哎，八点啦，好，开了。哦，开起来了。我还是坐不过去啊。嗯，我看你坐着，你在椅子上哎，对啊，你坐着，你按 shift 吧， shift 一下。然后好，起来了，对，你起来了，传送回来了。哦，这什么吧？显示问题吧？显示怪怪的，对吧？哎，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点小声。小声。我看一下，好没有没有，我怕等一下他又会被拉小更小，因为我发现这音乐开台会越来越小声。对对对，之前会小声是因为那个模拟器的关系。哦哦，你找出原因了。对，现在不会了。哦，好好好。现在音乐好像有点90%的感觉。对，没关系，我拉到175看会不会好一点。我现在我声音才拉到73，我平常都是拉这个声音啦。先让我们拉自己拉，我们自己拉，你走过去前面拉舌头，我们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好，嘴巴张开，拉舌头，拉。他身体健康检查了吗？嗯，哎呦，这个舌苔摆很白，这个，我口臭哎呦，这火气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哎，还谁还没在做？你啊，没事，我自己，哎，你在上面啊，自己在上面啊，哦。上课啦！上课！耶！今天电动生存有很重要的事情宣布，说非常重要，请听好。嗯，今天自由活动，耶！耶！耶！然后今天是不是可以那个啊贴蜘蛛网啊？对，蜘蛛网。对，今天可以贴。我要贴蜘蛛网，奖励哦，20颗。好，耶！哦，再给蜘蛛网。我要去放最远的家，好远哦！我是最远的家，是体验到蜘蛛网的感觉。对，你都你在请哎，对，都是我被人家放，终于你可以放别人的了，可以放别人了，好爽啊！哦，还湖中女神家哎，对啊，他的家真的很远，水堵住，直接放在他的桥上，干了干了。要放在哪里啊？你放在哪里？他把出水口给堵住了。哦，哎，这个怪怪的啦！这个时候是害谁？这个时候干嘛？哎，这太坏了吧！谁啊？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，我要放下一个。小雨，这个下一个，嗯，这个没有用啊。他故意的吧？放这个。两个。好怪哦！快点，下一个再放杰克前面啦！再来一格，再来一格啦！再来一格啦！再来一格啦！叫他回家会很痛苦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样我们还可以再拿10颗嘛？我觉得我们出来很痛苦。10颗，耶！哦。对啊，我一定要今天一定要去买，我要再去买一次。买乐透了，买乐透了，买，我要再去买。买乐透，刚好30颗，买乐透。买乐透，买乐透。哇，我都没中过，我好想要中一次哦。压底了，不是要压底。那个下面箱子，这个可以直接拿头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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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卡一下，撤除一下。我要先抢号。哎呦，卡的，就不相信角落。哎呀，跟我的15号，我已经佛系了。我每次都觉得要哪里哪里，然后都没中，随便。我要坚持，我要坚持我的3个号码。我随便乱选。我要先清家里的蜘蛛网。先打扫一下。耶！嗯，我是拿多少？你30。三跟三，三跟三十。哎，我怎么都是三呐？三零八号。三三。没关系，我随便拿，随便拿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买了票，然后反正把他头塞进去。哇，抢！太会了吧！直接抢！你付钱，我放头，合理。希望这个三的力量可以带领我成为财富。
有富有之人。富有钱之人，我没中过，很难过。现在有谁跟我一样啊？我现在就四个人中过啊。对啊，四个人很高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是已经一个月了哎、欸，就一个礼拜、啊欸、一次啊，四次嘛，对啊，嗯、四个有一次没有人中啊，嗯，有三次没有人中。哦，三次，然后你就是最大赢家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爽，我发红包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你今天是不是该，你今天是不是该充装啦？想看别人冲撞哦，我很想看啊，很想看。嗯，这个冲起来一定很爽。上次那个最多我是繁星拿走，对，繁星拿超多，好猛啊！我发红包哦，有，还有发给每个人一组，太爽了！幸运钻石哎、欸，拜托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幸运。不是啊，是他们冲撞都过。哦。那真的是蛮幸运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冲装啊，我都是一定要拿那个，我一定要拿防爆卷，所以我疯狂跟哈基扫防爆卷走，买光光，我都买光光了。我现在那边好像还有七张还八张吧。哎呦，我的钻石好像也都用过，对吧？钻石也用过。今天该去早点。那请问一下，副本系统是自己去玩，还是可以揪团去玩，还是有定时开？可以自己玩，可以揪团玩。哦，你们有人要现在去吗？我其实有点想要先去、欸，哎，我要想去玩，我想去玩，好，我等第二批，好，我要先酿药水，我酿药水收大量啊，你要酿药水哦，那我等第二批，我等有药水的，有药水比较稳，会解的，懂什么？哎、欸，上一次其实我们撑蛮后面的，十七吗？还是算后快二十吧？我记得是快20。对啊，我觉得还蛮后面，很猛、欸，九的样子。嗯，对啊，就是笨蜜蜂的意思啊，就是一出场就被挤、啊。我觉得是人太多的关系，就是蜜蜂的关系，蜜蜂的关系。干嘛这样、啊？爱睡觉，是蜜蜂吗？不然我设定一下啦，我设定一下。嗯，他出场的时候会有个一样。哦，好哎、欸哦，开场不会马上死。嗯，这个主意真棒，嗯，小雨不用那一张啦，不用啦，要啦，我刚已经小雨要点保险啊，那贵，很害怕哎、欸，我忘记装水，北七，北七，然后拿空瓶子去装那个地狱疙瘩，嗯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会跑进度呢？奇怪了，我没有嘞，那也没，就要嘞，如果观众没提醒我，应该就是过了一分钟钟。都没动静。那药水不是这样用的吗？对呀，还是不能加耐久、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现在的那个不能放酱了吗？以前可以，现在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不对。bug 啦，都是 bug 啦。哎、欸，这还不能强化耐久啦，这个是 bug 啦。可是其实有修补就够用了吧？哎、欸，不够。不够吗？上次打到后来不是快爆了？欸、对啊，快爆！我盾牌满了，直接爆掉、欸。哎，还是因为我上一次没有扛太多，会好一点点啊。那可能是我上次扛的怪没有很多。嗯，啊，这么可怕哦！原来是，可是很好，可是还不错啊。那算是个钻钻石的，不是钻钻石，是钻石头的地方。啊，对啊，钻石头的地方啦。对，钻石头。会有绿绿的怪。对。我等一下自己看一下就知道。啊！哎呦，又要自己闯，你要自己打，要自己闯哦！哦，你要抢哦！你在场最猛，跟着我们进去，然后自己看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自己冲，然后自己体验。要，我想也少。然后你也太勇敢了吧？对啊，小心走球带。怎么以前不敢打怪，突然想要自己打？真的。不要按住冲出来的怪，我都不怕，我都还是你说哈基，他每次都没有了，他每次都是突然冲出来啊，对吧、啊？啊，是这样冒出来、欸，就突然冒出来啊，挣脱爬出来，然后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挣脱的、哦啊，那我不去了。你双十节有去看过那种总统府之类的东西吗？有看电视，对他们就是列队突然啪的冲出来，解压缩那一种，对，解压缩突然炸开。烟火啦，就是烟火啦，太可怕了吧？不会啊，很好玩、欸、还好啦，我要自己去玩，看看自己玩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哦，勇者，勇者加油！结果雨在讨伐都快很死，有没有？乐总、哎，
黑门开启了，我要抱那个，我要抱那个药水的大腿。我还在念。然后那我是不是去挖苹果比较好？两个都需要死，你去跟 NPC 买啊。NPC 是几个坏掉？哦呦，不死图的放在这里，白痴！太白痴！我不止，不死图的放在木头区干嘛？刚刚那个，他是小木林，对啊，你现在挑战我还没设定好那个、欸，还没设定干嘛？那个蜜蜂，可是他一个人应该不会被挤死啊，比较不容易被挤死，那么夸张，怪比较少啊。我之前帮你测试的时候，蜜蜂一个人的时候，蜜蜂都不会被挤到，还好。那隐约试试看，我先试试看，结果隐约大概到第五层说，我的蜜蜂死光了，蜜蜂死了，太夸张了吧？蜜蜂，被打死啦！哦，他每一层都讲倍率是多少哦，他会跟你说啊，人很好吧？你看做这地图的多棒！嗯，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，佛心作者，佛心公司，爽！哇啊，我这太见识了。小雨那边有没有眼泪？有啊，在我箱子里面。啊、有没有眼泪？就踩一下脚哭一下。我们现在讲一个让小雨哭的事情。会哭的事情哦，讲一个让他会哭的事情啊，然后就讲了一个搜索什么熊猫掉下去之类的，不会笑吧？那超好笑哎、欸，甜美啊，不会 QQ， 他不会，然后是团团哭了，团团的眼泪，是我的眼泪，不是他的，所以你们上一次，你们哎、欸，应该是要问说，你们有谁是？看电影那种比较稍微感人的，就会直接爆泪。不会啊，真的假的？不会，我还好哎、欸。我就是超级两行眼泪那种。哇，那哎、欸，那影月我们两个，影月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明显、啊？我之前不是什么看电影，然后杰克还被我吓到。我在哭，我会怎么办？杰克在旁边说：“爸爸在哭，然后一直看我这样。”啊，你们在说。就是之前在那个在桃园看失速啊，还是什么？对啊，第一次看那部，不是我这个反应。看那时候我也在看，我坐我电脑前面。对啊，我就看到他自己在哭啊，然后你也跟着哭，然后我就哭了，我才没有哭，有啦，有，你只是没有哭出声音而已。啊，你们都好感性，好好哦，我超爆哭的。我看了这么多东西，我真的是都没有，没有哎、欸，对啊。没哭，我觉得你好厉害、哦。没哭，没哭，是没哭。什么内裤？没哭。哦，你在讲什么？套你讲的一句话。到了、啊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怎么能想什么事？谁的？没有，听起来有点惊悚。恐怖，我也是觉得蛮惊悚的、啊，你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。呀西啦，那你不是要买苹果，一个绿宝石换四个啊？哦，这么便宜，好啊，啊我等一下拿绿宝石。我从上礼拜一直这样讲啊，我拿绿宝石过去，等一下，不然就拿骨粉过来换啊。我在整理箱子。我要先存最讨厌。哎，回复药水再放红石有用吗？回复药水。对啊，有啊，后面回复二啊，吧？那是荧光石，荧光吧？红石放红石的、啊、哦，红石会加时间，对啊，时间延长。可、啊、是我记得立即治疗没用吧？哦、有，他好像我记得有比较多立即治疗、哎，因为我上次有做立即荧光石有啊，可是红石我不知道回复有没有用啊。买块知识王。对对，不是我了，不是我了。如果是有时间的红石应该有用啦。好了，那我放喽，为了大家我放喽。算了，我放荧光石好了。立即治疗。哎呦，我记得有啊，我上次好像是放红石。立即治疗是要放荧光石啦。对啊。哦。打屁股哦。哦。打屁屁。攻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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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
加红石加荧光石的话会减半啊。哦，效果变强，变强、那個、就会那个啊，时间会减少，就是量子力学，量子力学，速度变快，时间变慢，那叫什么？忘记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上次用，我觉得那个什麼那个回复药水比较好用。对啊，我在那边回复啊。立即回复就只是应急用而已啊。嗯，回复药水是加什么啊？就慢慢回血啊。不是，我是说它是用什么去酿的？眼泪啊，刚刚不是就说要采采眼泪？嗯，因为我很少酿药水，所以我都不太清楚。那是不是下一下你就有眼泪？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开始慢慢了解药水怎么酿，以后就是要酿药水大师。对啊，对，我你不要暴饮的上看图啊！我读到了。啊、你有吸到材料，你把它补回去。没有，我没看到啊，没有。在你身上啦？没有。有啦。阿纪有人破坏你家啦！阿纪有人暗、欸、有暗藏你的建材啦！哦，暗藏。哎、欸欸，他看到他来补回去，他刚才不想暗藏你的石英两块？没有。哦，两块。有金银鬼。这样不行哦！马上有证据，好不好？那我只要回家，我只要回家。哦，阿金怪哪里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不酿了，怎么了？荧光石加自流的话，效果只有五秒钟啊！越酿越少。哦，你是用自流？哎、欸，还是我换回复箭矢啊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我觉得箭矢很补很少，补超少。那个、哦、就你射下去，只是补个0.5颗而已，不要用，不要用。而且你要拿普通的木工哦。哦、哇，你那个是跟七伤拳一样哦，打下去，先把它打残，再把它补起来。好了，我要来去找黄金了。我52个苹果。那个金龟的人手，金龟要燃烧？为什么你金龟会燃烧？因为我正在打。快去抢！快去！血量啊！哦，酱有看到，哎，我看到了，你不要一直这样走，走来走去会看到你的。他一直想打破我，他想破我。你们那边好混乱哦！他不是，他进左右晃，他不想要你们去打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箍弓会射人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无限附魔弓加药水箭矢不行啊。无限不能用效果键啊！哎呀，很会教你。宝贝球，没有杰克的头啊！哎、欸，我刚刚有听到一半的血量算吗？我刚刚有在心里为你打 boss 加油打气，请问我有吗？我们在帮你们咏唱。我要蹭个喷，我要咏唱。我刚刚是使用了振奋人心哎、欸。振奋人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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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法师完你有唱完，然后就战士就打完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没有，这是牛诗人啊，在旁边弹琴而已。对对对，加油！你们加油，你们知道了。加油！你正在旁边有哎、欸，超棒，超棒！结果我是在写个那个什么队伍分配啊，还是自由时区啊？嗯哎、欸，对耶，太麻烦了吧？你每次要打 boss， 你要先组完队再走过来。对啊，對啊还是你可以跟你那个歼灭一样，就掉落物的话，就五秒钟在地上嘛，就让大家看呐、啊。哦，大家就捡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哦、屁股推屁股。哎、欸，那个我有21个金苹果。好，哦，太多了吧？可是我金不够了，你们还有吗？等一下要一起组团的，我可以一起做一做。我这里有12个金砖。我的木头，好，所以杨洋跟我们一起进去嘛？啊，我跟你们一起啊，我小心啊！雨月，我想问一下，金砖，你现在单打独斗啊？啊，你打了几颗石头？没有石头，更石头啊，因为怪物量，我觉得怪太少吧，怪物量差很多。所以你想要多还是有差？哎、欸，你现在第几波？石头还是要人多的，石头还是要多人。现在第几波？14波要打完了。哦，注意哦。我最后两颗苹果。没关系，我现在缺的是金锭。啊，大家先。其他人有要组团的有还有要吗？我好了。我也好了。
没有啦，我是说那个啦，你们有没有，你们要不要拿金锭出来一起做金苹果、哦？好，我可以拿，我可以拿，哦、多少？我这做十一个砖，我这里有十九颗苹果，哦，十一个砖做一做吧。那是发亮的蜜蜂是什么？它是回血，回血，回血的。你知道太多了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组团，然后要征收东西耶，好好笑啊！那你在哪？哦，你的量级是啊！来，自己拿。好，提款啊！杰克，我在哈基家嘿。哦，好。自行提款，自由市场是不是？好，对，这个给你，这个还真自由啊，这个。我就是猪。我现在就是收金的大人。收金吗？收金啊！我要五颗，我要五颗，谢谢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一个人可以分到不止五颗啦。没有，给你。我们总共几个人要去？哇！除了影月吧，六个。小玉也有吧？对不对？六个，好。六个吧，所以是六个人嘛？哎，那我凑六十颗苹果，我可以凑啊，凑六十颗苹果，一人就十颗。好，水哦！我家应该还有金砖，等一下回去看。不是啊，提醒一下，里面是冒险模式，所以你箱子是放不出来的。嗯，哦，好，没有没有，不行，不符合。我还想说在里面放铁巨人的上一个礼拜。我竟然不要想说可以放个演讲什么的，要当召唤师是不是？直接召唤东西出来帮忙。对啊。我想烤鸡肉有没有加速的东西啊？烤鸡肉？我烤鸡肉，就是像是烧石头，不是有什么高炉还是什么的？烟熏炉？就烟熏炉啊，烟熏炉。哦，是不会做？会啦会啦会啦，四个木头，加一个熔炉。你好，再冲再冲，他冲了冲了，冲起来冲起来，没赚钱人都是想冲，但是没钱。你可以找那个啊，上一期幸运得主可以找人贷款啊，要不要？天哪，高利贷是不是？有够恐怖，贷款啊！哎，对耶，所以这一次上去有没有那个啊？就是掉落物会清掉这样？还没吧？没有，应该好，没问题，还是有一堆的皮革帽，对耶。一堆腐肉。等一下出团前我可以来发物资了。哎呦，对耶，这个还没修补。盾牌记得做，盾牌记得做。啊、我要去，我要去中介。我要多做一个盾牌。盾牌。洋洋建议你身上带三个盾牌哦。三个哦。嗯。你被围殴，你那个是会瞬间不见的哦。啊、好可怕。耶、yeah.。那个会瞬间不见，瞬间没气哦。网路吗？那个，网路，网路，可以先不要网路。断线斩，对吧？对耶，我等一下要带几桶牛奶进去。为什么会有毒啾啾？啊，就是因为会有毒啾啾，所以我才想要带牛奶。其实蜜蜂可以解毒，但是就是怕等一下蜜蜂又，喷光光，然后会死掉哦。好，好，希望今天是小雨生日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生日事件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嗯，武林盾牌哦。嗯。不是，啊，不满了，这个血不满。对啊，身上好容易满哦。太多东西了，两个牛。不要，对啊，而且后面会有女巫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。嗯，目前看蜜蜂是这么死啊。嗯，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被怪物打死的。嗯，把那窟窿，怪物没有欧北来。安德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我要走了。啊，对，毒蜘蛛白天会那个，对，它不会打掉，会瞎掉。哦，所以才要赶快进来打哦，难怪你们抢。那我们等下一个天亮吧，下一个天亮，我们就等那个下一个晚上一天亮的时候进去打。对，因为前几天的时候这样子。哦，那就是要在
清晨的时候赶快。对，清晨赶快进去、嗯啊，一大清早。真的。不，回一下，回一下，回一下。差不多了，我就十七、十八，我的装备都多了。装备快坏了、哦？不是快坏了，就是血量的部分。哦，你看他刚刚血一直是满的，那、啊、现在已经开始回了，开始扣了，开始扣血了。嗯阿宇哥有带金苹果吗？我没有带很多。哦，我们在面前吃给他看。啊、要完蛋了！你说的是这一个吗？你说的是酷东西吗？酷东西，我也有，只是没很多。还有哎、欸、啊，怎么没有、啊？怎么树又没种回去？我正在用啊。哦、是啊，不是、哦、那个看就知道是已经。被砍过的、啊，已经很久了。阿纪，八星八哥，可以放船。哦，对，冒险模式可以，对对对，哦，我们之前玩那个，对，有印象。江无题，我在看什么？哎呦，哦哦，我最爱木船了、欸，接着就是，啊，先不要用吧，我们就规定吧。對啊、这个，对啊，就先不用了，口头规定。所以你有办法设定说之后进去的时候放船会消失这样吗？小二直接不见了、啊，哦，可以哦，嗯，痛，对耶，完全没有想到这个、有了，你地上全部放按钮，没有啦，不是，那也不行。哎、欸，剑符合用手打，它还会掉下来，不会消失哈。通通通通通通通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就要用手打都可以啊。所以只是下来速度比较慢而已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要相信知识王。知识王。啊，真的耶！啊，不愧是知识王啊！你知道我刚刚心里抖很久，我说不要掉，不要掉，不要爆，不要爆，爆掉了就完了。要爆，要爆，要爆。很棒很棒！爆掉的话，我就要瞬间从那个就是幸运最高的男人变成最差的男人，最不幸的剑符，最符合里面有那个、啊、稿子，吓死了， oh, 害怕哦！ Oh, 一次达到四个荧光粉哦， oh, oh. 有任务好像是要打三个以上吧？我要去借牛奶，哎哎哎，谢谢。什么借牛奶？哦，我要装牛奶啊！我家的啊，这是啊，繁星家产的牛奶，懵了，嘿嘿，团团，你那边有苹果吗？啊，没了，没了， okay、要换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这边还有那个，我还有十八个砖，十八个砖可以做几个金苹果啊？算一下，十八个砖，你就一比一啊，啊会多一块啊，那就是十八颗，十八颗，那我再多十八，可以再做二十颗，那我做，哦，那我做二十颗，好，一个血，一个血，他说总共捡到三个，三个，啊，我掉四个怎么办？这算吗？超过大鱼等于吧，大鱼可以吧？啊、不然我觉得这也太难了吧。对啊，超过就可以了。这样小鱼永远拿不到、欸，哎，他的是掠夺太高，也是个困难。直接喷超多。我要去找小雨了、哎、啊，差不多了，这一波我可以出去了。好，我在上面。不然你要爆掉的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一波已经出那个了，换厨师了。好，上来了。快跑啊！会有苍蝇飞出来啊！啊对哦，啊对，快跑啊，小雨！啊，快跑啊！苍蝇啊！啊，对哦，看有幻术师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跑了，我怕了，赶快都跑了。呜呼！所有人瞬间都一哄而散，很可怕。这跳吓都吓死。我跟你说，跟你说，好，蚊子是你盖不住它的、啊，嗯，好了，我要出去了，对啊，对啊，二十层，哦，二十，很猛，不啦，就差不多打到这里，嗯。嗯差不多了，要关台了，然后我复活，我们在野外啊，是什么回事啊？那我回去啦。Oh.谁在家？邓哥都在家。大家都在家。我不在家。
哎呦，你怎么不在家？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地狱哦。修装备啊，刚好我也要来修装备，刚刚好啦，我知道啦。哦、可以啦，哎呀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他最贴心了。那个 Uber 的前进怎么评分啊？那个 Uber 在前面呢、啊，看你要多少的经验值，随便你啊。好好好。啊，我要去路口发金苹果了。耶、oh.。超多哎、欸，这次大家可以拿超多金苹果的、欸，集资有成。我要在这边很像柜台。嗯，我看看哈，等我一下哈。OK， 到此。哎，啊，金苹果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几个、啊？六个吗？六个、啊，六个，六个。好，领月以外，送你三。好，耶、yeah, 欸，来啦！领月，等一下可以自己去打 BOSS 哎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，好爽、啊。那我们可以提前看到金 BOSS 飞影月就好了，真的。哎，下一个来了，来十三颗啦！哎、欸，在楼上，在楼上。好，我等一下在上面捡的贝尾。临时柜台，这临时柜台。我办理事务。一美管家是我要办理登机，不要算了，我怕飞机。你要登船，就不要搭飞机好了。我来了，压力这么快，吓死人！我要回家嘛，好好好，吓死人！我想说，你还想再进去一次吗？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是回来而已啦。哦，现在还剩谁没领啊？我剩杰克跟小雨。好，哦不，我看到你没有皮革衣，恐怖，害怕，恐怖，恐怖。我害怕生气了。他吃糖果。你在吃什么？他吃糖。吃糖。哦。今天是帮酱油代班就对了。对啊。对啊。一定要有一个。太生气了，我要吃个糖。你们每个故事里面都要个胖子，这个意思啊。哎、欸，人家泱泱瘦的呢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我是指这个啦，都给他吃货。嗯哦，你说吃播，对，哦、就是杰克来。等一下，我抽一个血，看一下。好、啊，再不回就没机会了。对，不会了。等一下，我再下去拿胸甲。哎、欸，对，你没穿胸甲还敢来地下城啊？我喜欢当会飞的孩子。哎、对，他就飞出来了。对啊，也要飞出来。哎、欸，里面应该是密闭的吧？密闭的，密闭的，密闭的。可是上次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把东西 Q 出去啊。我检查一下好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上次就丢药水，它就没有在地上砸开、啊。丢出去哎、欸，直接飞出去。胡萝卜。药水会那个？看的是都密闭的呀，我打指令我也没有，不可能是。还有多的修补书吗？影院有卖啊，影院有卖啊，一大堆啊，箱子一大堆，你知道吗？一大堆，哪里、啊？修补书卖很多啊，卖跨门，想买一下。哎呦、啊，他一整箱哎、欸，超大箱的。贩卖机是五颗钻石一个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你是不是想用绿宝石机买的？嗯，我想用绿宝石买。下面有洞吗？侧面有没有？而且你就看那个药水瓶，超抽绿宝石，用砸你。卖一本哈。感觉你们还有一阵子啊，那我先走好了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哦，哎呦，快白天了，准备出门了，你们。拿个剑士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女巫了。哎，对呢，剑士我要拿。其实等一下我也要救一发。没有，里面没有，里面没有。啊，里面没有，好吧。对，没有哭光啊，有哭光、啊，里面打一打、啊，其实就很多了啦。好像也是哈、哦。好，我来、啊。我刚刚没有坚持进去，出来了三组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这里，耶、yeah ！刚刚谁解完什么任务啊？女巫，你嘞？知道。哎、欸，上次是不是有人解完任务没有敲牌子？应该是有哦，好像有。看有什么小村民什么的，不是上次小村民你们不是小村民还没把、欸、是铁人吧？他只有杀一个，但是他没有继续杀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也是只杀一个。我想说这个任务还是小村民已经本场完成好了。嗯，那是也是女巫三只白痴哦、喔。你说你那个锄头是超强锄头？对啊。哦。准备好了，谁？好的，好了，三十颗，好了，等一下，快好了，准备出发喽！等一下，卖账，哪里？
啊，要进来啊！等一秒钟等于浪费了五秒钟哦。欸、现在几秒钟啊？现在是四秒钟，现在是四秒钟。我切回来，他们两个人啊，所以加成。我切回来，怎么切回来？怎么切回来？居然是这样吗？虽然是八秒钟，是不是？这算数是哪里怪怪的？就是要讲，我来了。等下，我不是最后一个，我不是最后一个。哎、欸，我是捕食哦，注意哦，不要逼我。好了，啊，出花了，出花了。哇、欸，你没开场啊？出花，好，我开场啊啊！跟他对对，哎呦，这个抽三叉戟，哇，好帅。好帅哦、抽、欸、抽出来的哦，叫我日，叫我日，哎、欸，你是好帅吗？哦，喷出来的，你是哎、欸，我怎么、欸？你为什么把蜜蜂杀死？又打蜜蜂，一开始他就跑来我的面前了。好、哦，打蜜蜂，我操、哦！不行、啊，蜜蜂现在才能杀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蜜蜂最后还是得杀掉了，对啊，现在才能杀蜜蜂。哦，他会。哦，对哦，它蜜蜂也算是就对了，而、哦、且、最后的最后的里面不能有生物，玩家以外的，先丢一点垃圾。哎呦，现在目前只有僵尸，哎哎哎，现在应该只有腐肉吧？哦、有铁哎，我差点砍到羊羊哎，吓死我了！哎、掉铁，好可怕！蜜蜂，拜！我拿斧头，拿斧头，拿斧头，可不可以砍到？等一下，我要找个垃圾区丢的。对啊，我们。拉一区，集中一个角落，集中一个角落。嗯，我吸到你们的垃圾，你丢掉啊！把它丢掉啊！那个角落是专门丢东西。哎呦喂呀，杰克，你给他吸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可怕！哎、我也很正常的砍而已，我差一点砍到你啊！怕极了，像极了爱情，害怕极了爱情，就像极了爱情，怕极了娃娃。我来当那个坦啊，来来，山东剑啊！怕极了哈基，是啊，看我，全部看我，全部看我的，有，看到我的，现在还行啦，一下一只，还行后面，啊啊，帮我打，我差点砍到杰克，不是退出来而已，蜜蜂，你，啊，送一颗钻石，噔噔，四颗，我现在要站在最角落看你啊。啊！看杰克哦，他酷酷，不止酷酷哎，全身呢、啊？走开！你走开！啊、走开！啊！你们要帮我打一下，我一个盾牌快爆了！没有，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我在打，你们看到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我快死了！我在扫地，我在扫地，扫地。好，啊！我只挡个几下，我的盾牌就快爆了，好扯哦！对啊，你的盾好耐久吗？没有啊，就一普通盾哦。这个攻击倍率 1.4 倍，嗯，钻石酷酷哎，有绿烟，有绿烟，哦，强哦，吸掉了，吸男子，哎呦，钻石酷酷哎，酷酷，啊，蜜蜂死了，蜜蜂死了，啊哦。是全死了吗？嗯，对啊，这一轮没有命。哦哦，你看地上有弓箭。哦，杰哥，耶耶！你刚说耶了一下，耶！绿叶啊，哦，他绿绿，好不？绿的，不是身上东西太多。啊，有这只有活着的，啊、有活一只，活一只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绿光才会掉东西啊！我这，你的你就打了啦！我死了！哎呀，赶紧给我点死啊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绿光，左边跟右边都有。不是啊！你有金苹果？对啊，没有，我没有空档吃啊。跑啊！回血回血回血！可惜了。我去死！别打别打！想回血吗？可以先把那个跑快，我可以把哈基打飞啦，把哈基打出去。捕食哦，我捕食哦，可以打掉了吧？我们还有其他捕食啊？对呀、啊，还有捕食。好吧，这句话是你说的哦。啊，我等下就帮你啦。吃糖看戏。啊！吓死我！没了，死光啦！一下打不死，我去。
对啊，现在一下有哭工可以啦，哭工可以，哭工比较弱，但是那个僵尸不行。这就是叫你们常运，多补充钙质。哦，哎、欸，又是醒人吃爽、啊。怎么又绿？为什么又是绿？是绿的。哇啊，死的！哇，人太多，好像真的蜜蜂都会死光光。哎、啊，我只会被挤、啊、推挤。他推挤几下，他血太少就死了。有办法先给蜜蜂可能一秒的，就是无敌之类的。那要去改指令啊，那个还哦，嗯，也就是他做是起码做得到。绿绿的，哎耶！哎，不对，我没吸起来， yeah! 我真的满的。哇，等下以后进来这边、哎、有活着的，有活着的，有两只活着，两只活着。以后进来这边都要身上先塞洗能石那些。哇，他真的，你要留格子给他们。对，留三个，先放着。洗能。他后面是那个粉丝吗？还有还有。啊，回血啊！哎呦！啊，哦哎！哎呦，哎呦！哎呦喂啊！深海鳗。好多只哦，多只哦。对啊。哦。很痛啊！贪婪在我这，太坏，超多只贪婪，超多只。哦，他们急退哦！蜜蜂帮帮我，不要卡我了，小雨。没办法，那个就会回到哦。有了，有蜜蜂，有蜜蜂，有蜜蜂。可以啊，回一下，回一下。可以，哎，哦，还有一只哦，还有一只。好了，这是哈基宝，我回好了。我还没回好，这只很好笑、欸，很难打、欸，有了绿绿的，啊，蜜蜂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它是不是最后才会绿啊？对，好像最后才绿耶、欸，刚前面打的时候它没有绿啊。对呀、啊，嗯，有人在为我们打鼓哎、欸，是啊，留一只，有杜鱼喽。嗯、哦，超团体哦！这里跟着海底鱼，地上地上地上，阿展阿展啊！我吸到垃圾了啦！哦，气！然后在跑的时候跑到角落，角落都是垃圾。对啊，阿进你脚边，我脚边，哎，杜鱼，臭杜鱼，丢垃圾的哦！怎么那么多皮革帽啊？好好笑啊！还有铁剑呢，小心有蜜蜂，小心这边有蜜蜂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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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蜂，蜜蜂，哇，他带我们去捡垃圾，对吧、啊？哎，我还没好啦！哦，抱歉，我哦，蓄意，五只你太冲动了，我要先待在蜜蜂旁边了，还有，还有。好像追我，我先跑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哦，坏人！我总听到村民的声音被打。啊！我在试刀，我在试刀。我说这边没有村民啊。哇，地上那些真的很恶心哎、欸。你是说蠢鱼？活肚鱼。哦、那个什么RO的风兔。喂喂喂！哎哎！绿绿刚绿绿绿绿好了。绿、欸、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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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好，嗯哼，就要飞到垃圾堆，我要把火把丢掉。小影又有点垃圾啊，你帮忙捡到了。引诱你啊，来了！哎，你没有？猪猪，猪猪，然后还有猪猪，嘟猪猪，要丢猪猪啊！我蜘蛛，我杀。你劫持克星，不要引诱我捡垃圾，这群怪物。没有，你那边没怪，你那边垃圾。垃圾在那边，快去！快去！垃圾怎么可以掉在地上？全部捡起来！不行！啊，杜宇，哎，啊，好，抱歉，我还是来这里好了，回个血就好。
蜜蜂不要过去垃圾堆，他是很爱去垃圾堆、欸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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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好回满，把你吸到了，见识真的是很多。好了啊，播个广告，播好了，好播广告，不错，嗯，好播广告，可以，好可以，按了，我杀了，好杀，孩子在垃圾区，是下。好了，来了，要晚上咯，要毒啾啾有威胁了，毒变强咯。为什么捡到半仙钩？他会掉半仙钩吗？不会啊，好蜜蜂。刚不知道谁有掉啊，我刚有捡。哦，好毒啊，好毒啊，好毒啊！还是刚刚有掉铁锭，然后再配身上的木材跟木棒。他知道合成是吗？啊、太强了吧！要工作台吧，这边也没工作台啊。哦，自己合成，我怀疑有人就这样带垃圾进来哦。哎呀，有可能哦，各式各样的垃圾哦。接下来好毒啊！有蜜蜂啊，有蜜蜂。啊、我记得刚刚有一次。解到了，解到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有，有毒了，有毒了，有毒，解一下。我要回血了，我现在不能打了，我是。有利源哦，有利源哦。我打掉，他死掉了。哎呦！啊，毒跳！哎，又一个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要找蜜蜂。那这个毒啾啾打掉了、哦。不行。这样啊、留蜜蜂就好。对啊，留蜜蜂就好了。丢垃圾，丢垃圾，丢垃圾。嗯。喝一下。好了。太盔甲了吧？太盔甲了！太盔甲！看一个广告，有人说他吃三个，为什么？怎么可能、啊？是不是按三次？可是啊，比较好吃啊。不是他，你连按的话，他也不会马上吃到三个啊。我也只有按一次而已啊。神奇哦！预设帮我好屌哦！哦，真的是蛮猛。你的花束又坏了，又开始连点了，点点点，有了。可以打掉了，十四关，十五关，丢丢扔，哦死了，啊有，这次蜜蜂有活的、哎，可以，哎呦，我有看到绿烟哦，注意哦大家，啊，boss 都在追我，好多、哦，好可怕，那个蜘蛛加毒、哦，每五关有 boss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嗯、这个是 boss， 那个蜘蛛加毒也太恶了吧。啊，解一下，解一下，谢谢。啊，阿基快跑，阿基快跑！被连打了，又毒了，又毒了！啊，我快要解冻！然后看那个死啊，蜜蜂救命啊！蜜蜂跑，顺时钟跑，顺时钟。我刚刚还跑，顺时钟跑，好，抱歉。我看有身上绿绿的，还是怪物绿绿的。蜜蜂，我要解毒，蜜蜂。我也想解毒，我超毒。怪物绿。啊，我真的是恢复到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我障碍，臭蜘蛛不要毒我啊！腐啾啾，腐啾啾，哎呀，好了，他们是绿烟，有绿烟，有绿烟啊，僵尸绿烟吧？我没有办法考虑僵尸绿不绿烟，我快被蜘蛛咬死了！快！你举着，你举着，你举着，小雨举着，小雨举着，我拳。你没断欸，我哎、欸，我盾爆了啦，有哦，所以刚刚爆掉是那个的声音。对，哇，北西啊，回血回血回血，小小丑丑小蠢鱼啊，回血。啊，是说你们要吃烤鸡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还有鸡？我这里有一组烤鸡，还有一只，我有刚刚带来的。咦，没关系，没有，好，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Let's go！ 哎、欸，上面其实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叶妹吗？小蜜那个小猪猪哎，啊，那是他哦，啊是啊，猪猪，如果在那个垃圾堆里面掉一个死人死，那大家不就全部捡垃圾抢去抢了？哎呦，绿油、哦、很绿油、哦、这次，啊、哦，中毒药水、哦，我都不知道那个绿到底是怪原本绿还是被丢药水绿，我觉得是中毒的绿啦。对，哎、欸，蜜蜂生气了，哦不，哦不，蜜蜂死，还有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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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蜜蜂中毒哎、欸，好，哦完了，它要死，完了，它要剩半颗星，蜈蚣不要乱来就没事，后面的蜘蛛呀，太多了吧，哦毒了毒了，救命啊，蜜蜂啊，哦
完了，我就要败北了。哦，你吗？快了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还有救你啊！我在船旁边。你没有金苹果吗？有，还有，还有，现在在在嗑啊。来不及吃了。臭女巫，看我啊！屁股了。哎、欸，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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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着哈基走，跟着哈基走，我要丢回复喽。好。哎呦！会碰见。回一下，好像真的没有蜜蜂了。没了，刚刚最后一只死掉了。那就糊了。哎呀！哦，需要我在跑速装。哎呀！拉怪用。你是拉怪，剩两只，这两只。存下。这两只打不到。这两只打不到，太快了。打不到，要粉方向，粉方向。天西瓜，天西瓜，打不到。哎，打到，打到，打到。有。还行。有绿绿灯。哇，我都跑快了，呜！Help me！ 好可怕。好硬哦，怪。对啊。蜜蜂救救我，嘿嘿嘿。嘿，耶！好可怕，这怪量！哎呦，我要专门打女巫。我新弓箭手。嘿嘿嘿，蜜蜂在哪里？啊、我听到反弹的声音。蜜蜂、啊，我治疗你了，小雨。嗨嗨，好，有我在。小雨来，小雨来，小雨来了。啊！蜜蜂生气了，他被我打了啦。好，女巫没了，女巫没了。毒蜘蛛你够了，毒蜘蛛啊，毒蜘蛛一直咬我，所以蜂没了嘛？还有蜜蜂还剩一只，蜜蜂还剩一只。OK OK， 今天不行。哎呦，那一坨，那一坨，啾啾、欸，有绿光，有绿，有绿，有绿边，有绿边、欸，里面有绿。好，切西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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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打到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在。没有没有，还在还在绿，还在绿，还在绿。他好强、哦！你们是挑专挑那只绿烟吗？他好强、哦！好绿的，真的他怎么这么强？等一下啦，够啦你们！先打吧，还捡呐、啊，还想捡呐、啊？没捡到、啊，痛死了！刚刚还有一只啦，拜托！还有直接被围剿。哎、欸，我手中毒哎、欸。知道原因了吗？赶快去跳一下。蜜蜂，蜜蜂啊，旁边。啊，蜜蜂死了。蜜蜂死了。呼啊！开场。杰克，这给你啦，杰克这里。牛奶。哦，我的帽子快爆了耶！我要把帽子脱下。还有，还是你要出去了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帽子先拿下，等下吃了。Help me! Help me! 啊啊啊！等一下，你再跑一下哈，先干掉女巫。等一下。啦啦啦啦啦！哎呦，带牛奶是对的决定，我深深的如此觉得。我奶喝完了。我刚刚刚喝完奶，我马上就走。杰克，别死！你在哪？杰克，你在跑，你在跑，你在跑。杰克，我快跑不掉了！我补了，我补了，我补了，我补了。哇，来不及！哇，小雨，小雨也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本次收获钻石而已。哎呦，又死了！哇，失去了。上礼拜好像也是剩你们两个啊。我牛奶狂喝了，好像也差不多。我一直在绕圈圈。哎、欸，我赚了两颗石头，塞回去。我没有，没用。哎、欸，后面还是跟一堆啊！我是不是应该照理说要去用速度装啊？哎呦！哎呦！确定去？要光速弄弄掉，弄光速弄掉了。好，这是女巫，是女巫。人人都应该弄个速度装。真的哎！哇，还是被堵到。我也被堵到，气死！哎、欸，赢我你的酷玩意儿！酷玩意儿！酷玩意儿！根本需要那个酷东西。有吧？应该还在回血吧？因为刚有个还在回啊。有吧？应该有吧。我的药水没有用的吗？丢一下，丢药水，丢药水，丢药水。好好好好好。等一下哦。哦，感谢。哎呦，扣子。你是扔在我身上啊？
九猫团团，我就看到前面没人，就没想到你居然来了。我在前面很久了，直接叫四个字呢。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把牛牵进来吧？没办法，进不来啊，牛进不来吧。下去，不是啊，牵进来也会死吧？你要跳啊，我也觉得会死，要死掉哎、欸，再去打，弹下去瞬间要转弯呢。啊，我射掉那个蜘蛛咯。好、哦，好，又是绑定诅咒。哎、欸，先靠近我，靠近我，靠近我，我先丢个回复，乖乖乖乖乖。深海漫游者。啊、哦，这次有蜘蛛，哎、欸，不是有蜘蛛，有那个，蜜蜂。消失诅咒。哎，给我虚弱干嘛？你这臭女巫，害我不能打架。我可以拿钻石斧哦，差点忘了。还有，哦，还好啦，有还有一只蜜蜂在角落等垃圾，就靠蜜蜂了。哇，他又中毒啦！哭啊！他丢哈气丢到他，又要死去啦！太可怕啦！要回复，蹭一下，蹭一下，蹭一下。欸、他，哎、欸，地上有药水，地上有女巫的药水。捡起来喝，捡起来喝。啊，不是喝的。喝啊，你喝药水，丢伤害药水。哦，截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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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哦，对好，还有蜜蜂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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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耶，就 OK。哦，明月，你要去打 boss 吗？我正在前往的路上。哦。蜜蜂真棒，很棒，棒。那个打一打就在那边上厕所。OK， 我胸甲真的快坏了。你们都好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其实快坏了。太不，我还行。来吧，有发光又实体的。哎、欸，头上有，有看到，有看到。嗯嗯。怎么在楼头上啊？跟刚刚那个啊，你懂？因为你有看到他哦，二十关有啊，在护城河啊。我然后发光失力，爆掉的那个，我只看到嫉妒啦。哦，我也看到嫉妒啦。嫉妒，去打我 TP 你哦。好，来，没事，我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。哎呦，我跑得很快，他们打不到我，可以。我打嫉妒。哦，很痛。很痛，臭女巫！不是啊，蜜蜂，你见过啊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！完了，蜜蜂生气了。这边两个，这边两个。喜能石，然后风暴卷女吸道，还有什么？我刚刚投你的吗？还是啊？女巫剩下几只？剩一个幻魔。嗯，很痛，钻石我不知道几颗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刚刚应该是18吧，我刚没动的话，死掉是18、嗯是啊，算一下哦。好，啊怎么会中？哎、欸、笑，哎呀，剩一只，剩一只，对对对对，剩一只，剩一只，哎笑，走开，死啊死啊，他死啊死啊，哦掉不死图腾，哦哦，二哦十钻哎、欸，二六二七，哦。等一下，够了，够了，别再咬我，这臭蚊子！哎，呀，等一下，还有蜜蜂，还有蜜蜂，咦，切蜜蜂不切，蜜蜂不切！哎呀，啊！你怎么打掉他了？哦，哎，这只老鬼，气死人了！哦，你们过二十了、哦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回那个回复药水一下？我还有，我还有一，我这里有治疗药水，刚刚刷到两个女巫掉的。然后你们谁要不死图腾？然后这里有一个，我一个了，多一个，他是十钻哎、欸，哦，他是十钻哦，对啊，好吧，十颗钻。我想说看，我哦，对哦，那这样子不要用效益比较好呢。对啊，你对啊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我看到，怎么活掉了？他死下去了，好像在熊猫馆头上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云月，你看一下头上那个，我看一下你头上。哎、欸，对，怎么了？怎么在这里？放箱子里吧。
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，我翅膀没带在身上，我回去拿。二十关，该不会接下来都会有那个吧？这样会疯掉哎、欸！好鬼吗？欸、这边还有哎、欸！哦，破盾的，哦，哎呦，要虚过哦，好快，好快！我要躲在这边偷捡。哎呦，哪边偷捡？耶、哎！ Yeah! 我捡到十钻啦！哦、好扯啊、哦！就是要打到后面才会赚。我胸甲快了，不行不行！啊！啊我！这一个，我的胸甲差点爆装哎、欸，吓死人哦！真的，你要看一下爆装超恐怖。是你了，是你了哦。哎、欸，刚那一颗嘞，消失了吗？那一颗，哪一个？哎呀，应该是消失了，因为那个我们刚刚好像第十六波就看到了。哦，我想上来的时候没看到了。哇哇，好多疯子哦！你去上面看哈基表演。好多味道是疯子、哦，你抽好快，小莫。哇，二十颗钻石，不错啦，不错。哎呦啊，就这样。等一下哦、我要去换钻石。丢屁呀！丢屁呀！丢丢屁呀！哎呦，装备还行。哇，你哦，对哦，你们有些人的装备都有充耐久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其实觉得有修补就还好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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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撑到经验拿不是吗？在这边你要撑到二十关，我就会发现有修补也没用了。对。只是他们实在一坨打太痛，有那个、啊、耐久三的书啊。对啊，我想说要再附高一点。哦，现在是白天，蜘蛛都没打了，帽子没有耐久三就对啊，打一天嘞，整整一天嘞，二十分钟。对啊，二十分钟二十颗钻石，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吧，还行啦，还行。因为有时候你搞不好怎么找都找不到，一分钟一钻。对啊。我要在小雨后面排队，排什么？等我一下，修妆啊！修妆妆坏掉了，物理上的经验修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现在的安德会站在树叶上面？会在外面，会伸过去啊！对啊，真是，所以我才会想要放地毯跟蜘蛛丝啊。嗯，啊，你就让他不要站在外面，对啊，他就踩不上去了。啊，送我一个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啊，自己打的，自己做的副本，自己打啊，自己体验测试，可以的，爸，爸，欸、小雨还在我旁边吗？那没有，我飞走了。好，我想要让你看一下我刷新，我在修装我的武器挥的速度。你是狂挥猛挥那种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是那种狂挥猛挥的，你的速度最快的那一种。可以踢，那我可以踢一下啊。好，你先踢，不然你先踢。我要踢啊。好。啊，你后退一点点。好，吃个东西。哇，夸张！我这也是类似这种，很爽。可是这个装备已经绝版了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光速装绝版，嗯，啊，还有装备修好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那么多？对啊，外面超多只的。哎呦哎呦，呼！好，剩下这个要修一下。这个好了，我修完了，下一位。哎、欸，他们都生气耶，他们在看我。没有，是我啦，是我啦。隐约在家吗？啊，我在家。我在家。没有，你不是在副本吗？还是你出来了？有副本里面你可以传啊。不是这样，哥，出不去啦。你看看就知道了，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，我是看看。你要不要踢出来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好紧要哎！哦，你这个都设想到了。
不然就一直 TP 进去打就好了。无限刷钻石。啊、哦，回血回血回血！哎，是谁把你？你现在头上这个，到底说是我放的半钻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。谁打掉的？所以是因为那个有只剩两个，所以是那个的关系吗？造成的。他们都跑出来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按钮，可是拉杆是放这里吗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原本拉杆，嗯，拉杆是放下面吧？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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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速哦，可能我要啊，哈基，我要去过去喽。好来，他就把你沉上去。啊卡！嘿小，嘿小，嘿小！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怎么越来越少？重生宝。好了，我也好了。嘿嘿，杰克。嘿。哦，又更多血了，耶！好了，我要来去外面找钻石啦。速度中控哦，真的小钻石啊！啊，休息一下。我好多拍，我好多拍照任务啊！大家都很喜欢看我们拍魔物猎人啊，有没有那个拍照任务啊？哦，啊，别再咬我了！为什么你又啊？晚上了啊！晚上了，你要被咬了！突然我卡，好像是，嗯，有人跑脱，嗯吗？有晚上时间，为什么家里会有枯工啊？啊，这里居然太暗了吗？你家这边一直都是啊？哦，你这边上次是不是被那个啦？有、那個啊、好像有被弄掉，所以才啊，那个什么被弄掉，所以火把还没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火把还没。我要去。我要钻石，我要传一万个。好，可是我的哎，他自己剩一只了哈，那我传了哦。好，传。好，咻！这是哪里？我传到了神秘的地方。哦、神秘的地方，沼泽区。就传一传自己家。那也是蛮神的啦，一万格后，然后跑到自己家。哦、我到了神秘的地方，然后看坐标，嗯，怎么离家这么近？哦，铁这个我就不挖了。我铁，我看到铁，现在看到铁都不想挖。哇，铁很多了。挖线。对啊，要盖什么铁就很好、哦。我是想盖 啊, 啊，可是好懒啊。蜜蜂，蜜蜂解毒，很简单啊。好了，非常来盖好了。又是废矿碎哟、哦，可是废矿有点高。哦、这个得挖了一个大洞啊，在繁星家底下的吗？什么？繁星家底下有大洞？什么洞？错，我踢你、哦。就有一个被挖开的大洞，这感觉是有人刻意挖的。哦，这是史莱姆的 chunk 啊。对啊，是哦啊，对，那个时候原本是他不会生存吗？没有，因为挖地表玩家太多了，所以这边不太会生。嗯哦好可惜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没有史莱姆农场了。有挖好，听说有盖好，但是生不出来。哇，所以就是我有在这边杀了几个啦，很少啦，就是一点点。二十四关打完了，准备二十五关了。哎呀，你二十五关是什么 boss 嘞？我上次看了，其实他自己都知道。嗯，啊，就我做的呗。好期待哦，是什么？所以你觉得二十五关更难喽？我应该知道二十五关我就没了吧？哎、欸，你预测是说到几关啊？平均就是差不多跟我预测一样啊，差不多十七、十八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色欲，色欲，色欲，就是色欲的怪是什么？色欲的怪是什么？拿三叉戟的，的，我觉得你好嗨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们现在等于是在考验他、欸，然后让他边打怪，然后我们还要问他问题，有毒啦！机智问答，请问一加一等于几？二，二加二等于几？六，
可加二等于六。那二的二的一百次方等于多少？太难了吧？太难了，太多了吧？乱问。二次方一零二四。那二的次方一零二四，那一百次方嘞？一百次方有病。直接骂你有病啊、喔！有病啊、喔！谁会记这个、啊？你要是不真的会去算这个，是真的有病吧？对啊，因为用不到啊，比较用不到啊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啊，搞不好某个城市里面就是会需要用到这种东西、啊。就是应该说日常生活比较不会用到、哦，日常生活应该是用不到。可是像有些游戏那个伤害爆已经崩盘的就会用得到、啊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，或者是有游戏的货币市场直接通货膨胀爆炸的。对，这也倒是有可能。哎呀，哦、他追到你，竟然不砍你，好奇怪、啊。是谁？没是谁？有是谁？是谁了？哎呦！哎呀 ！DOP 呀！哎呦！喷嚏！哎呦，就是他，绿绿的，绿绿的。又有绿绿的、哎，嗯，在追他。哦，哇，我还把我的商品先拿走好了。对啊，你觉得没人要用，你也难过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先拿自己，再拿回来自己用。好好好，九成新变八成新了。哎、欸，我在看戏。哇，今天的袜尊运有点差哦。不行啊、哎，不能一刀死。想要追求极致伤害，极致伤害。我另一个可以一刀死啊，但速度有点慢。嗯，跑的速度啦。我、哦、他也太硬了吧！哦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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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妈呀！啊、我应该是可以继续挑战了。上继续挑战。欸、来了来了！啊，哇！哎、欸，哇，恭喜耶！跳这个小高梯啊！哎呦，要死我！欸、好了，你可以出来了啦。上不去。等下说，我要继续。这样，我要继续。阿哥、啊、可是这三个组都要发呆哎、欸。他、欸、忘了给他们武器。哇哦！哇哦！他们没有十字弩可以射。有啦，你有给他们石头了，他一直发烟了。嗯，还有，你先干掉那一只吗？我好歹把你杀死！哎笑，就我在底下清怪，真是没有一只是有绿烟呢、欸，还是都被刷在上面去了？有可能哦。嗯哎呦，又绿了，又绿了。哦，分裂跟贯穿只能选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不然又分裂又贯穿太爽了。哎呦，哈，半颗星，加油！半颗星，加油啊！哇，不行，不行， 你去摸个蜜蜂嘛。你的金苹果吃完了，不能吃，他现在不能吃，吃不了啊！好好好，没时间吃。我洗干家，他们的伤害太高。嗯。一下就喷了，我是干虾。蜜蜂，蜜蜂，好可爱哦！我这画面就 GIF 了、欸。哎呦，打，值得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再等。居然是一颗裸钻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也是很漂亮啊。哎呀，可以旁边挖开看看。你现在放弃的话，就开学喽、欸。我今天看到那个超好笑。你说台风不会来，乖乖准备开学吧。东升那个、哦啊，超很写实哇！哎呀，内部失宠了，16，好，厉害了啦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啊，你们棒喝啊！够了！天在为你哭泣啦，嗯，对，天在为你哭泣，你死掉了，这样，
你死去呀、啊！给我喷石头哦！哦，钻石！哎呦，碎哦！嗯，然后再去附保护，附更强、更强、更强、更强，全身宝石，宝石的装。宝石应该打着就可以应该到三四十关了，四十关了。嗯，可是耐久要够高了。嗯，对，不然的话你就算再强，被几下你装就要坏掉。嗯，宝石耐石，刚耐三的打到刚刚十几快二十关，大概一半吧。对啊，然后大概二十到快三十，就是有耐三然后修补的，哇，那个有的都已经快大跌了，吓死了。大队套装啊，到底，到底，到底，大队，到底，大队，到底，到底。哎、欸，之前有一次很流行讲这个、欸，哎呀、啊，很久以前的，很久以前，哎，对，怎么我们每次都讲这个？为什么都是很久以前的？跟不上流行，时代的眼泪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也很久了，哎、欸，这也很久，快两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可怕、哦！对啊，好可怕哦，可怕，可怕，这才两年的，我还是记不起他的歌词。到底，到底，是不是咚哒吧哒吧哒吧滴滴？你不要的是，你看你不要的是，哒吧哒吧乱唱。反正别人听得懂嘛。他们说三年呢、欸，三年有这么久了吗？三年了，久了、哦。三年是白天升官效率比较低啊。有人在探索地图，你忘了吗，兄弟？哦，我在亿万格外啊，亿万格是蛮远的啦，亿万格好远哦，亿万格，离乡背景，离乡背景，哎呀，老了三岁，就打魂副本老了三岁，有道理哦，精神时光味。里面快给我钻石，快给我钻石！我今天要去里面修炼吗？修炼？对啊，精神时光屋进去就是修炼啊。对，蜜蜂可以用酸神酸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今天才看到危机，有人把它穿穿一下、啊。蜜蜂大王，那就打副本的时候把它酸着到处跑啊，对吧、啊？可是你要被工具头射到它，可是你每次都要先去酸它、哎，把它酸在角落呢。嗯，没有，这里面不能放那个、啊，不能放东西啊，对啊，所以没办法，蛮可惜。而且你每次结束都要打死他，对啊，你只能当暂时的宠物。不，他注定要死掉。对，你在叫啊，要死我！哎、欸，岩浆，另外出现家里哦，这位置应该是家里附近。四五。家里吗？我看一下。哦、嗯， oh. 回来了，哎、回来了。八三负十一四零。这边吧。这里在广场上，僵尸啊，下雨天，就是熟悉的位置。哎呀，大家赢到了，赢到了，赢到了！集合了，各位。啊？要干嘛？哦。我们在 打 boss， 你不要打。哦，没有没有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，他太快了。他太快了。嗯。让他下水，让他下水，让他变成尸。让他变慢一点。你比较喜欢。刀片。哎呦，痛痛痛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想到你到前面。哎呦。假巴掌，假巴掌喽。假巴掌。现在是快到吃月饼的年、那個，我手上有蚂蚱吗？奇怪、欸，他有蚂蚱，他是真的在夹蚂蚱。哎呀，对啊，又不是上次那个谁找蚂蚱，当时那个，谁的剑气？我的剑气、哎，对不起，我手打两次都是我。我剑气是大家的砍，不是你要不要去充装啊？你的装备刚刚一下就爆了、欸，就是让你死掉，舌头。哦，月头，我拿到。
这些，你看你刚刚在不该死的时候死掉了，你就知道你觉得好的装备跑回去了，其实不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算一下哦，六四加二十，哇，又是岩浆，嗯哼，84啊，除加几个？五个，五个，五个，一人9.6。9.6啊，那你就四舍五入吧，你算那个每人十个。喂，9.6，阿进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没有啊，你一直靠近我的操作干嘛？急哦，很急哦。好，你到底想靠近我的石头干什么？我不懂，有非分之想。我是在等你的那个钻石，我刚那个靠很近。有远离，我远离，跟那个不是，没有。还要有人想复制书柜哦。你要花多少买这本那这几本书？这是一共是这样，四五个啊，五个，你就拉起来拉五格放掉，这样就好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多的就你，你拿去捐也可以啊。他说包包里面不够五格啊，对，我刚才就不够五格，然后我丢出一个书啦。哦，第一个，原来是安妮哦，有一个是九颗而已。啊啊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啊！可以了，很怕。可以靠近了吗？可以靠近了吗？我要靠近你喽！我要过来的。哎，是下雨的关系，所以视野距离比较短，还是四五七米这里比较小？你预设的话，我记得只有12吧，不是吗？我觉得一样哎、欸，没感觉、欸，没感觉。对啊，还是我自己。嗯。啊，我自己没事，抱歉。哎，你自己调比较低是不是，你调多少啊？8，为什么调8而已？太短了。上次玩什么我忘记了，好像有点微累格。塔拉风暴，塔拉风暴，居然吗？哎呦，收大量，哎、收大量石头，洗能石以外，一级植物。我记得你好像从上次就开始在收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收了马上用啊。嗯，然后自用自用自用，绝不贩卖。哎呦，你现在已经充好几个好装啦，最好就两把副手而已啊，主手都还没。主手的话，有一把斧头还不错而已。哇，你怎么都是，哎呦，要修，你怎么都是冲那个要修？你说都是武器类难冲的吗？对啊，都是副手。哦，这里怪好多哦。哎呦，要修哦，啊，吃猪肉好了。啊，死猪肉，吃猪肉，他死猪肉。最近不是那个吗？哎哎哎。哎、欸，谁啊？白痴哦！哎、欸，酱油不是酱油，洋洋你要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啊、不是啊，酱油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要说什么？你刚不是突然 A 了一下？没有啦，那个，你看又没有了。传送啊，可以改多人，可以多人一起上去的。嗯，好方便。可以害人啊！可以害人啊！一起上去。对啊，我就在下面做个连闪。哦，有的。凶巴巴呢？这不会凶巴巴，怎么会凶巴巴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凶巴巴？什么东西？又怎么了？加速。哎，哎呀，我看到有个奇怪的东西，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是什么。奇怪的东西？酱油。白痴哦，那装备附魔啦！我个怪物在闪闪发亮啊！对啊，想说是什么嘞？哦，它好潮哦！哎呀，它又是那个哎、欸，又是附魔弓，然后又是附魔皮革装。哎呦，有够潮！哎呦，哎呦。我觉得这边贩卖东西好难贩卖哦，因为没有人要买。几加成？哎呦，回拜哦。嗯，哎、跨界哦。背手，哎呦，回拜哟。你现在就缺洗能死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
跑速哎呦，美败呀！三排跑速，三排攻击，三排攻击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不错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因为现在洗能池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洗能下去，对啊。想搞你啊！不是啊，你看那攻击，一排八，一排四，你要三排都二十啊。他现在在怂恿你哎，对啊，我好像跟他的喜欢变二跟你看，你看，完了，他达成了，笑最大声的也是他，你看，可以了吧？36%，差一点点，再来，笑最大声的也是他，所以平均应该是10%，三条应该是30%，在搞你啊，所以我现在写到36%应该算 OK 哈，好，你们没有40，要40，要40，好，40来。哦，有了，40了，真的有40哎、欸，哇、哦，好扯哦，夸张，那你是生怪啊，头上，这样子啊，没有，你要看，你要想要变这样啦，这样也不错啊，把铁针弄不好，哪样？哇哦，哦，你这个也很强呢，很强呢。我的主手还没洗到，主手是加速的。嗯，我主手也还没洗，想说想试试看三叉戟，想叉谁啊？嗯，可以试试看。你要他叉谁啊？你是在跟嗯，哦，盾牌，哦，哎呦，这样可是你这样洗那个副手不就？你不要戳破他，他哎、欸，两个。两个非惯用手，还没歪哦，还没歪哦，盔甲已经歪了，我不要盔甲，那就重置啊，对不对？要翻啊！如果真能下去是算副手还是主手啊？什么恶魔低语？这叫彼此交流洗装好不好？交流啊、交流，盔甲生命过来人的经验，过来人啊！副手真能下去是真在主手还是副手啊？随机啊，所以可以增下去就对了，增到7条，增就增到7条啊、哦、啊！最完美的话就是全部在主手，全部在副手啊。哦，我是你就重置下去了，好有犹豫哦。我是你就重置下去了，哇！你这个恶魔的地狱，你看862，这什么数值？恶魔啊！他见不得你好，你不要听。嗯，他见不得你好。862哎，这么差的数字。你麦克又刷吧。哭了。好啦，洗掉啦，洗掉。哎呦，可怜了。可怜啊，剩200，好可怜。越洗越那个，是不是？越洗越悲伤，哭了。你想不想独当啊？真的是哭了。我还有6颗真，3颗真能啊，增下去3颗。慢慢增。我在冲御魂哦。我看别人洗妆好开心啊，怂恿人洗妆好开心哦。你是怂恿人洗妆吧？交流就现在哎、欸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东西啊。嗯，好惨哦！我好紧，有攻击出来了。哎呦，两排加生命，两排加攻击，一台加速。哎呦，很平均啊，好了，这个平常可以用啦。很平均。哎，这样害我想要抽盾牌出来了。你不是之前就想抽了？欸、我盾牌要不要卖你？卖多少？你是在想还是不卖他那个？你想卖吗？古板如何？去赚吧。我没那么多哎。去赚啊！看，我觉得我应该没那么多哎。你就看你要付多少的夜晚啊？2组半啊！夜晚我。2组半哦，对，2组好不好 ？OK。哦，我还是杀价杀有点多。哇，对啊，杀有点多哦。不
不太敢杀价，你知道，杀价都会殺你等下不小心说、啊、三组啦，三组，好啦好啦，一组半，一组半啦，好啦，三那个半组半组半组，成交成交，来吧，不行，两组半，两组半不行，我这是这破价破价，两组半，有阴影的杀价，害怕。哦，那是真的是昏了哦哟，两组半哦，好啦好啦，跟你说啦，我放箱子哦，在上面箱子里面，我放了、哦，我自己拿。啊，你不是没钱？我有啦，我刚看我好，你又十二个钻，哇，你又骗人，我没有骗啊，我想发发看哦。我跟他讲说，这个是我的全部了啦，不行了啦。没有，我真的没办法拿拿更多出来了，拜托啦。然后买完之后就跑去买别的东西，那个卖的人就嗯，刚刚不是嗯，哇，这也太快了吧，阿纪，很快啊。我帮你用到满的，三百加速，两百生命，两百攻击，好平均哦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你在这里、啊，好了，我在玩。那你有没有木头？木头。我看一下，鞘翅最多会有几条？只有几个木材在里面。你说可以，我只是要做木棒做火把而已。都是七条、啊。哇，原超七条啊，一样啊，都是七条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鞘翅现在目前里面很稀有、很贵的东西哦。盾牌出两个，残渣戟出一个。啊，鱼我刚还没拿。啊，哦，你还没拿，我已经拿了。小鱼，那个样样，耶、欸，他买了。告诉牌，他是告诉牌。哦，这 DGV 是多低啊？我差不到一趴吧。SSR 啊，真的不到一趴哦。对你过马路要小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洗了吗？你洗了吗？我来看一下，我要开始恶魔呢喃了。我重新弄了。又要恶魔呢喃啊？还行嘞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加攻击八趴，哇塞！那这个七成跟他会觉得你们在骗他啦，他看不懂啦，啊，真的啦，你们不要骗他了啦，哦哟，你们不要骗他了啦，我没有骗，怎么一趴都是假的，明明就很好抽，对不对？有办法洗成十钻跟他买，有七条吗？怎么弄？没有啊，你要真人啊，十钻跟你买吗？真的不是你请下去的钱，再骗他吧，还是骗吧？好啦，十二个不能再多喽。你要真人是你没有，真人是我没有，刚好没有了。对，因为这副假没有演讲啊。有啊，你往前走一点就有。你要现在要是真人死，你先把他冲上去啦，要真人。嗯，因为你走反方向啊，白痴哦，反方向。你走反了，走错边了。嗯，这样，一样，要打石头，两组半，不能再多了。你要买那个，买那个，这很贵。我就跟你讲，样样那个不止两组半，那个不止。那可能要买吧？要买？那可能将，那可能价值一组的砖哦。然后是一个外行人，然后看着两个人在讲讲话，一组砖，一组砖，不要，一组砖差不多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对。那个，我先回家，我先回家，我先走。你要回台北了、哦？站在中间，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先绕跑再说。一组砖呐、啊，反正杰哥那么有钱，一组砖没钱的，跟我说有钱。有啦，你很有钱啦。那个真的是这么稀有，很差不多 啊，就是跟盾牌跟三叉戟一样稀有啊。哎呦啊，那我也有一个，很難抽欸、我也有哎、欸。哦，不要说你也抽盾牌、喔，三叉戟，三叉戟、啊、哦。哎呦，去另外一边捡。不是啊，我调三叉戟好像只有才两趴，多少哎、欸？你要看他抽 SSR 吧，抽很多了哎、欸。我抽很多了，对啊，一九五七，现在是香香的，赶快去抽，香香的，香香的。你现在下去抽就都已经帮你别人垫垫，都抽了，你现在帮别人垫水位哦，哎呦，垫水位哦，现在抽很不划算啊，因为大奖都已经出去了，嗯的，就是挖矿理论是不是？这样，哎呀，歹门，哎呀，哎呀，钓鱼不会钓到钻石啊，不要钓鱼去挖矿。挖矿才有钻石呢！啊，哎，我这个收不回来。哦，哦，刚回收了一下。他钓竿收不回来。刚回收。嗯，晚来如此。
每次电话收不回来就啊，我想去垫水位耶，去啊，没人逼你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杰克，其实老实说，垫水位都是假的啦，你会中就是会中啦。对啊，就去抽吧。大家都很会恶魔呢喃的哇，没有，不是啦，真的啦，那几率就在那了，不会，真没有而已。哎，刚小雨那件是怎样？太多牌吧？超多，一二三四，直接你看吧，会中就是会中。小雨应该也对啊，没有啊，你知道电水位这个词的前提是在那个东西有保底，我们这个没有保底，所以没有电水位之分，其实就是五十五十而已啊。对，所以就是。你想抽就去抽吧，这东西就是有跟没有之间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跟没有之间。没有，是没有跟没有之间。啊，没有跟没有嘛，听起来越来越难过、啊。好像只有没有。对，好像只有没有一样。哎呦，差一个。越烂帽子好像。哎，越从三变二了。越弄越烂哎、欸。What fuck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坚持余额？天啊！因为三是麦块极限，然后四的话等于是多出来的东西的话，那个几率就比较大大降低。第一，可是我上次好像一冲二就，不，零冲一就冲爆两次吧，失败两次，完全没有上去，超惨，真的是会哭。我要干嘛？好，太惨了，很惨啊。运村民喽，要运村民？对啊，运到上面去。哦，有钻石啊！哦，云岩那边有钻石了。如果出一个诅咒卷，嗯，他会把失败跟退等的几率加起来之后除以二，然后分别加成功和爆装几率上。什么意思？哦，懂你意思，哦、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就是要嘛成功，要嘛爆炸，哦，感觉很刺激哦，感觉真的会很刺激。卷位就一定会放在爆装卷，你用了诅咒卷就不能爆装卷哦，就不能防爆了，只有一定要选一个了。嗯，我觉得可以耶，这好像蛮好玩的，赌博啦，这就是赌博了，这个真的是赌博了。哎，如果是我，我绝对不会去用。我会把它存起来卖给想要的人用。对对对，很赌的人我去玩，他适合更好的人。杰克可以啦，那个完全不会玩，那个完全不会玩。杰克运气这么好，那个完全不会玩。不会吗？教你，教你，教你。哎呦！而且你看，我都是在洗妆，没有在那个冲那个附魔的。真的哎，你怎么都不冲一下？不要。那坑太大了，我还是先玩一个就好了。哦，没关系啦，玩一下嘛。你玩，你玩。我跟你讲，冲装的爽感比较爽，真的啦。对啊，刚刚是有人敲字吗？我刚刚敲字。我想说，我怎么后面有一个咻的声音呢？一回头只留下一缕烟，你知道吗？奇怪，谁？你有兴趣了？两组半，两组半。主钻钻啦，然后洋洋我们你再分我们一些，就是帮你中介费的费用，对，中介费、鉴定费用，对对对，好像很合理、哦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现在不卖，之后量越来越多，那个价格就不到那边了。是恶魔呢喃，哎呦，恶魔呢喃，早一点卖掉，早一点去买其他东西。哦、没有啦，那个洋洋，我跟你讲啦。那个你现在没卖掉之后越来越多嘛，但是你要等到那个只剩两组半价值的时候还很远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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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是观众出的任务，所以才掉。仿冒观众出的任务，好啊，假装观众去出的任务，哈哈哈哈哈，就是想钓鱼，看得出来你蛮想钓鱼，每次经过他家前面，对啊，你基本上都在钓鱼啊。我今天换一个地方钓了，换位置是那个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总在磨地板。
这就是看个人的兴趣咯。哇塞，就是啊，因为你看我有在动吗？哦，断了，你断线了，完蛋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你断了。阿比巴比蹦蹦，这是哪里啊？蹦在哪里？哦，繁星，繁星在前面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别人家前面哦，好。你也要来钓鱼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回家而已。你要不要来钓鱼？哎，那个就是泱泱像泱这种这么爱每次上线钓鱼的、啊。嗯，他进你之后，如果真的很就是哪一天不知道干嘛，想要写新城市的话，新格局的话，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个啊？有没有办法看有没有办法，就是钓鱼的时候会跑 QTE 啊？QTE 啊，玩那么无聊的吗？QTE 是什么？还有东西要按，对，可能就是后面跳出一个 F， 那叫 AF， 中间就是失败。哎、欸，在上面，我刚跑到上面来，他不是在我头上，那就。我让他刷一下，好，钻石头盔的枯光哦。对，哎，重置，哎呦，一二，嗯，一二四，好像刚刚的反方向，嗯嗯，哦，像在山壁那边吧？对，那个哪边啊？那个叫什么？普利帕的那边。啊，女巫，哦，怎么变女巫了？可是那个会不会很难写啊？感觉很难，对不对 ？QTE 哦，因为你手不能换，你换的话，钓、啊、鱼竿就不见了。哎呀、啊，好可惜哦。对，而且你还不能打字啊。对啊。嗯。还是就说。啊、哎呦！痛。好像是全部人都过去的意思哦。啊、没有，没有啊，我没在啊，就是我还在挖。五个。哦。我还在挖，我是去挖矿哈。我会把哈基打飞的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因为五个这样分下来，通常差不多十颗左右、欸。很少啊，很少。哎、欸，在我身上。哎、欸，是我的耶！哎呦，哎呀，1:5，1:15，一比十五。等一下，我看。你又知道是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先喊再说，不知道先喊了。我看一下，1:15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的。等一下、哦，不要这个，我不要。啊，这个、啊，这个、啊，这个，还有出魂标太贵了。哎、欸，我身上原本有钻石吗？啊，算了啦，当好人，反正我上次赢那么多钱，没差了。好人一生平安，真是一生平安。我去，等下左前有那个，这个吗？我吸到，我吸到。来、哦，第二个。然后后面继续丢，一比十五啊，要不要？哎，七啊！你要吸回去了哦。他七度过，又把他剩下吸过去了。你不是不要洗能石吗？现在我需要，现在我需要。哦，这不是洗能石哎、欸，都可以啊。其实有什么石头我都收。我不要。然后我多少都不卖哦，我不要、哦，不卖、哦。你不能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强迫、啊。我上次一颗卖你十钻而已哦。没有没有，他只是用一个非常恳求的眼神看着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就是像那个猫咪啊，那个史瑞克那只猫。哦，哦，你说那个大象猫，帽子摘下来那个。对啊，帽子摘下来看。就霸托霸托，你要那眼睛，我这样看我，我想戳他眼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是不是？我也是哎、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像水球，很想戳啊。可是他会痛啊，好可怕哦！天哪、啊。不会啦。你知道之前遇过的那种女生是那种，她跟你拜托拜托，然后就给你那个眼睛睁很大，看着你这样子很近这样。然后你就戳他眼睛，然后我就扒。我就拔头、哦，天哪！快哦！哇，那个好感度直接归零，直接归零。就是凭实力。你说凭实力参赛是吗？凭实力。你还想活吗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是要看、那個、我走错地方了。有些就是看起来就是你欠打，那个没办法，那酱油。哦，酱油嘛，那个就是欠打型的那种。哦，有。有好感就不会。其实多少也有遇过几个啦，就是嘿。
刚好频率不对到，没对到。我完全没有遇过耶，这种女生。没有，就是频率没对到啦，就只是频率没对到。不喜欢这种的，就是有一些会说，我就是我就是可爱呀，然后就是要想办法，就是用自己的可爱去、oh. 去玩你那种感觉，就、oh. 虽然是长得很可爱，没错啦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一句补的有点……哦，我就有一个人讲的还蛮那个，就是说巴托巴哦，然后呢，他就哎，你知道女生有那两个优势，直接露出来给你看，这样哦，我是懂的，这懂的也，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，之前有碰过，啊、我那颗眼球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过？没有，我直接跑，我直接走了。去，哎、去，阿进，性向不对，冲过去给改 day 破。哎呦，你太凶了吧！你太凶了 ，day 破是怎样？我没看到 day 破，哇哦，哇哦，你真的太凶了，我自己都怕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怕爆了，应该是下次警局见的吧？这个直接上警局了。我的天哪，好可怕哦！有点疯狂，他自己要把彩票放在轻松彩里面。哎、欸，你把你的彩票放在你的轻松彩啊？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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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他记录就是，反正这就是不是说认那个的吗？票根的，上面的、啊，上面的、啊、票根的。哎呦，那是认上面的票根，票根啊，票根上次不是说的票根吗？上次不是说的票根，票根要拿走拿走。票根，你票根留在那里，怎么回事？好喜欢票根哦，而且是票根要留在自己身上，然后看票根可以先拿走喽。哇，那叫哈基会哭。这不是这一期的票根吗？怎么有不要？哎呀，怎么有人丢在这边？哎、天哪！这不是天哪！忘记了，不是没有人要了啊？那我先拿走好了。哇塞！大家都很会啊，会。哎、欸，我发现钓上来的鱼会挡住你的钓竿路线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钓上来，然后很快再挥的话，它会被飞回来的鱼弹回来。哦，对啊。我第一次知道，我觉得亏你一直钓鱼。因为我之前都是走钓啊，就是绕圈圈走钓。对，就是你是说跑掉的那个走掉吗？走掉是不是？对啊，直接走掉，原地跳啊跳跳跳，要走掉。就凭你，大家都很会演呢、欸，很会呀、啊，很会呢。啊，云月开始疯狂锻造。啊你第一次认识他哦，好像也是哦。他上一次也是这样在照啊，对啊，在照为什么叫女服装啊？等一下，他说各式各样的哦，女服装好，好好好，女服装，啊！我怎么被抢下来？我刚好下来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贪心，我来看一下啊，贪心，我贪心，贪心熊猫啊！太贪心了吧！冲下去了啦！我今天运气用完了，我要换别的。几趴？我看一下现在几趴。我先让我看一下。现在的话，没有，现在是效率的，现在是效率。哦，变哦。击退幸运，25%哦，全部不行啊，全部25%。我觉得很啪。我们给你信心。我刚刚一个就全25%。可是哦，你说你要鱼饵吗？对，就全25%我过了。那个是你刚刚有先降下去再升上来，你也可以啊，蹲低一点会跳得高一点。你现在可以再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降下去再跳得越高。我不要，从先从那种八开始跳，先蹲到你可以一路蹲到一，再直接跳到9，白痴小疯子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突然想到我要冲耐久。我的稿子要冲耐久，不然太容易坏掉了。
哇哇，好有钱哦！哇，玩的玩的，没钱都是骗人的，这里的都是骗人的。七耶！天啊，直接七！我的天，都是骗子哎！大家没钱，没有，我真没了，我剩下25颗钻石。哦，你骗我！不是，我也没有想到后面看到一排绿哦，我吓死了，你知道？那现在很开心，然后连按几率会比较高哦。哎呦，对，大家记得了，要连按哦。然后连按后面直接爆给你看。好，耐久还行啊，还行还行。耐久不会爆啊，耐久不会爆，对，他只会要么上，要么下，要么下这样。我们不是说要征税之类的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低收入户都没有啊。我现在低收入，你自己去看我的那个箱子，只有25颗钻石。你们才多低收入户啊！我们有交易证明哦。你看这边有发票哦，发票在这哦。我们有存根哦。这么长条，这么长条的明细，没有没有，把它丢掉，把它丢掉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我弟，那是我弟，丢你弟啊！哇，就是那种说的贷款买房子，哦，我好穷哦，我都没钱，我还负债哦。哦，但是你有一个房子的，千万豪宅，千万豪宅这样子，那是别人送我的。对，那个是我突然捡到，怎么这里那么多珍珠啊？好恶心哦！我想，我刚想说中间玩死了，我吓到哎、欸、啊！没有没有没有没事啦，没事哦，以为而已。哎，我吸一下那个珍珠啦，不然会累个。哦，那边因为啊，就你们那些，就点灰达人，应该说他扔的速度没有吸的快啦。嗯，有有有，我在帮忙清啊。然后打完之后又马上跑掉，所以会累积在那边。嗯，你看你们这些。对啊，盆盆不是有两栋房子，还加一个农场，哎、欸，不止、欸，他三栋哦、喔，还有法院哦、喔，还有法院，法院他盖的、欸，家里还有法院，嗯，对呀、啊，然后法院卖掉了，卖给那个大法官，你要卖给公共企业了，公共企业大法官，哇，原来顺便做公益来减税哦，哇，哎呀，会吧，啊，超会耶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哦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啦。哎、欸，这个资源都已经套入默默的在我的手掌心之中了。天哪！哎呦，你说盖个国税局啊？开国税局干嘛？抽税喽！笑死！感觉当即抽超过一组钻石的人要缴税。哎天哪！那我要分开抽。然后每个月要缴那个房租。嗯，哎、欸、嘿，我帮你们盖东西，然后我缴房租，等一下，你怪怪的、喔哦，好赚哦、喔，赚哦、喔啊，感谢你的付出啦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收房租啦，还是要收啦，笑死，那是不是要顺便收一点水电费之类的？对啊，水电瓦斯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怎么死了？我被铁魔杖，啊，被两下我就死了，我防御都是假的、喔，哇塞，你在杀小村民啊、喔？对啊，哦，活该！哇，欸、好痛、喔！小村民 A 复仇 ，A 复仇 ，A 复仇 ，A 复仇。哎、欸，我今天领奖，我是忘了扣一啊，忘记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扣一下，我好像也是没有扣啊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扣一下。那我试试为什么死啊？好，想起来。突然想到上一次的好像有死队，耶！yeah, 晚上直接干嘛？还要刷石头？你想嗨呀、啊？想嗨呀、啊？你还想起舞、啊、嗨起来？我有个主意，我有个主意。嗨、hey. ，这个。哦、oh, ，好。哦、oh, ，可是我很我就不追，可是我有点远呢、欸。可是。你的发起投票好像没人想理你，我有点远、啊。他是狼，我看到了那个一个人躺下去，这样超过60秒就会自动起来。好，然后还是晚上。哦，怎么回去啦？不要睡觉吗？不要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好好好没有没有。他不想让我刷快，他是第四天的狼。
每次我想要蹲久点，假装自己不是蛋，每次就是告诉队友就是，一下就是空空。是你蹲了，你有两场蹲成功啊？哇，有两场是真的蹲成功，大家没有预料到啦。会不会发你精髓的那场？肾水夜妹吗？精髓。哦哦，精髓，我肾水，我是没听过老人家有肾水的东西。我也刚也觉得很怪啊，什么为老人家有人说我发给你肾水哦，就金跟银而已嘛，这个还有铜啊，肾水我是没听过啦。哎呦喂啊，耶、yeah, ，我买修，用木剑打死夜妹，打完成。啊赞！哦，然后想说你在旁边，在我旁边跑去干嘛？因为打夜妹。不是啊，谁家的夜妹跑到我这边来啦？哪里有？我怎么都没看到？小七啊，小八，小八。嗯，耶耶，还是我借力耶。啊，立功啊！我怎么看到有人摔下来吗？那个我重登一下哦。哦，好。经验值是不是怪怪的？你说还有消失是不是？没有，你吸到一颗经验就可以出现了。嗯，哦，有了，没有重，我重灯就有了。嗯，可能是显示 bug。嗯，对，你是不是从中间回来都会这样？它的显示 bug 还会影响到你不能做事，就是用修装啊之类的，啊、超麻烦。分一下，嗯，对啊，嗯、超麻烦。我记得以前的那个 bug 的时候，它反而是连。你吸到经验值也没用的那种 bug， 就真的是要重登这样。嗯，好像是一点几啊，一点十二还多少？那时候就 bug 了。哇，那么久、哦！我突然觉得上来会有点累，可是我的错觉。我也会。今天也会耶，就上去按按钮的时候就会卡。啊、我从我家那个水上来的时候会卡。啊、因为那个展示框上面都是那个头颅啊。哦，对哈、哦。我。居然都没回应啊！不是 Burr， 哇，然后没回应这太那个。好了，那我觉得你电脑要重换了。没有，我电脑可能早几天啊。嗯，我电脑是要重，没有，我只要重灌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还用、哦、还可以用，我只要重灌。你不是上次载了什么东西吗？我就是载那个啊，汉化啊，然后就电脑整个都越来越怪，有点怕、啊。哦，那是人狼村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对啊，人狼村的汉化。哦，三叉的，三叉 N 的吗？我那个时候是用百度网盘下载。哦，那很恐怖哦，就很恐怖。对，我有点怕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游戏就只有在那边有啊。哦，对啊，很尴尬。那那两个人一直在逛街是哪两个人呢、啊？大平原上面两个一起奔跑，那画面很好笑。来追我呀！追我呀！哈哈哈！哎，你们说盾牌是工具对不对？对对。哦好。抽到哦，又该交盾了。哎、哦欸，你不是不相信你的运气了吗？又骗人。没有啊，很烂啊。不是没钱还抽。我剩20个咒，把它投下去了。哦，好吧。哇，投资理财的。对，有赚有赔哦。好烂。看来是赔的。看来赔了啦。老本都赔光。赔光，老婆本都没了。哎，抽卡的钱都没了。抽卡的钱都没了。哎，我现在是真的是零赚哎，我现在零氪钻石。超惨，月光，对，你有三栋房，你有三栋房子呢。其实都把钻石都藏在那栋房子的。你想一下，你的熊猫身上每个都有十五颗哎。哦，你说15钻吗、啊？不行，杀他们！你看，你真的1:15哦。你真的没钱的话，让他生啊，然后再把老爸妈杀掉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好对呢，那也是我来闹，没有你要帮你啦，我怕你下不了手。不用啦，我可以，我要帮他们前到更好的一个境界，我可以。你可以除旧、啊，更好的一个境界，除旧不行。哎、欸，真的是每次都冒绿烟的，好好笑。这每个都很绿烟，给他死了啦！没有，我要先喂啦。哦，哎，你真的要狠下心哦。没有，只是先喂而已，之后再说。哦，之后再说。啊，有一些是都有命名的耶！啊，命名牌买得到啦，你不用怕啊。
病好像很多啦，接到号变二四了啊，对啊，变二四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要先让他们生小孩。看，要不是骷髅马不能繁殖，我早就养骷髅马了。他们现在应该不会互相传染了吧？对，熊猫啊，骷髅马它本来其实就不会互相传染哦。欸、可是我们就怪物砍掉了，他们中了，刚好都中了，对，哇，一起吃东西的样子好可爱啊！殊不知是最后的晚餐，最后的晚餐，哭了，多吃一点啊，好上路哦，好上路哦，好一点啊，为什么要八点啊？你们长得差不多，该拿去卖，怎么好像那个什么梦幻岛？好可怕！原来我是那个欧卡桑，欧卡桑啊，欧卡桑，太可怕了！对，要迟点，我要去拿票根上去了。我是，我已经在那等了。至少他不是跟你说大哥哥吗？啊，讲、哦，更难过了。忍忍忍，挖到神怪砖，哎呦！哎呦，水哦！可是我没有胡，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！这次有人没赌吗？还是都有赌？都有吧，都有吧，都有。上线一定得买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啊，上线领完那个钱呢，就是拿来买啊，就是给你买的资金啊，是啊，赌博金。哇，我没有，不能说赌博金，要说公益金。公益金，对对对对，公益金。哎，赌博太难听了，做公益，对，做公益。我要相信这三的力量，来啊！好，哎、欸，我彩券放了，票根，票根嘞，票根嘞，票根，我的票根怎么多好啊？哎、欸，金怪，哎，金怪这边点两个生怪砖，好爽哦！十一，没有够飞的一人，可恶，在我旁边嘞！哦，下一次喽。票根放左边嘛，对，票根放左边。阿头颅自己投回来，是吗 ？KTP 我，头颅不用，头颅不用放，头颅不用放，不用放，好好好。KTP 我还没到，苦力怕到了，我到了，到那边。哎呦！爆炸攻击！爆炸！爆了！爆了！爆！哇，你飞好高哦！哇！我去水里，我去水里，我去水里，我去水。哎呀！哎呦！来啦！来啦！幸好外扑哎！来扑嘞啦！要飞了！要飞了！要飞了！要炸了！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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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好玩哦！这是真的很玩的，被捅了一刀，被捅了一刀。你不要射吧，射没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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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吧。哎呦，看起来。我是我是我是我。哎，三二。飞哥，我被你撞到了。哦哦。小苦。我去。小苦，我去。水里水里打，大家比较有空间打。哎。要爆了，要爆了，爆了，爆了。是啊。哎、欸，一比十哦，杰克一比十哦，上去。我的石头啊，可是我们需要石头哎、欸，这里的，这里的。哦，感谢感谢。什么嘞？然后防爆卷是谁吸到就谁的。对对对，谁吸到谁的。耶、yeah, ，我多一个了。那、啊、你不是没钱了？我要先收集好防爆石卷。那钻石谁拿走的？钻石这里我们几个啊？七个、啊。全服全服就七个、啊。哎、欸，所以票哥下一次扔这边哦。没有，就只是对，就是他说是吧？啊，可以直接丢是不是？可以丢就好了。来啦！这里排队，排队，我们就趁这个氛围。谢谢。来下一个。耶，谢谢。下一个高啊，摸一下。哎，还有。好，下一个。哇，这个。没事，没事。Nesto， 他的，这个，来了。那个第一个，还有那个鱼两颗，那个就我拿了好了哈。好好好，啊，要回去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，这边旁边。哇，我有盖得完哎，只差影子僵尸上去而已嘞。
哦哟，就是这么快而已。会共估啦，谁到司令台？做好了，我回个血哈。好了，耶，我做好好了。这是奖金累积到下个月，太爽了吧！对耶，累积到下个月了，哎，真是累积到下个月。啊，今天轻松正直到这边啦、啊！如果有那个观众，还有什么那个想要投稿的任务，记得连接表单，记得投稿哦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到这边啦，下课。为什么这？我的，好啦，感谢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啦。等一下放这边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啊，这边。放什么？啊，玻璃。要，哎、欸，我真的以为盖得完诶、欸，是盖完了啦，只是还没运僵尸上去而已。那感谢今晚收看啦，今天轻松生存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讲到慢点，慢，你们还想，你们还有想看吗？没有看的话，还是我等一下关个台啊。你们明天要上课哦，白痴哦。我想说，那等一下我继续画画好了。好，先结尾。好啦，感谢。哎呦呦呦，那我要怎样呢？怎么讲？好，感谢今晚轻松生存的收看。感谢今晚轻松生存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继续看没关系哦，不行，那我等一下关台再开一次，不然等一下播歌这整部又没盈利了。等一下，好啦，待会见喽。